看牙齿了，拔牙的一天。哇，今天外面真的超级冷，但是我们约了牙医的预约，所以又跑到downtown来看牙齿了。今天是开路要戴隐适美的第一天，他要先拔牙，然后再拿牙套回去。今天回家收到了这个新的包裹，是双立人他们家的一个刀具。我终于也是有一个刀具套组的人了。这主要是卡洛买了，他会用的比较多，一会儿让他拆。你送我了哇、啊！反过来呀，这个可以撕掉了。啊，这是切面包的那个刀。你这个跟那个魔术一样，往里插。这把应该是插到。这分量。这是 chef's knife 是吗？是吧？应该是吧。刚拔完牙之后，嘴肿的只能我们刷一把剪刀。我们家什么东西都用同一把剪刀。哇，流血了！哦，你吐血了！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咬一点海绵？你不用。开箱开着开着吐血了，开始。我们第一把专用的厨师剪。哇，现在这个隐适美的盒子比我之前真的高级很多。我之前那个盒子就是一个。像那个口罩一样的盒子，哇 ，luxury， 哇，这个盒子，这是吸铁石的呢，好厉害哟，真的是顺滑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你干这样子做？为什么？
highs and lows, highs and lows. It's all the same, highs and lows, highs and lows. Keep all your plans, highs and lows, highs and lows. 一二三。是鸡蛋和牛油果三明治，我们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吃这种搭配了，加上我的热咖啡。我一开始买 Nespresso machine 的目的就是想喝热的咖啡，感觉年纪慢慢上来之后，什么东西都开始想喝热的了。要出门散个步，然后买个菜，所以打算化一个妆。我平时上班都不化妆的，虽然我上班的时候也会用视频会议，但是因为我经理都是女生，而且她们也不化妆，所以就没有什么雌竞的环境，所以我也不化妆。最近加拿大这边因为 Omicron 感觉疫情变得更严重了，但是政府更加放弃治疗了，反倒弄得我更加害怕了。我们一会儿要去 Loblaw 取一下我们买的 grocery 一些菜啊什么的，我现在连超市的门都有点不敢进了。眼影和腮红要用 Laura Mercier 他们家的 Ginger， 就感觉 Ginger 的眼影会比 Ginger 的腮红更棕一些。唇膏我要用 Dior 的这个012色号 Rosewood， 是有一点点 tint 的一个 lip balm。我的妆容完成了，准备出门。可以展示口红色号的口罩。好冷啊！变凉水？应该不会，它不是保温杯吗？爽。
外面简直太冷了。如果是稍微再暖和那么一点点，散散步还是挺舒服的。对，今天又刮风还冷。总结下来，加拿大的冬天还是不适合散步，还是适合冬眠。看一下我们买的菜新不新鲜。草莓，哇，这个草莓还蛮新鲜的。胡萝卜，买了牙膏。哎，牙膏为什么开？牙膏为什么是打开的？他们是不是想确认里面装的是，确实是这一款牙膏？但面包干是不是得打开的？确定里面是什么面包干？香蕉、橙子、番茄，哇，他们挑的真的都挺好的。土豆，哦，土豆是发芽了吗 ？Oh no！ 没有吧？土豆发芽了。这是芽？对呀、啊。Oh no！ 这个土豆发芽了。一共就买了两个，这个也发芽了。Oh no， 不能吃了。茄子 ，Oh my god， 茄子买了两个 ，Why？ 这我就选一个呀。Wonder why？ 还有大白菜。今天晚上要不，或明天。好，好难包呀。不行，我养不了。